克里斯，我们一起来玩泰迪熊吧。我想去玩我们这个游泳池。那我们就先玩一下吧。雷娜，克里斯，怎么啦妈？我要出去一下，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你们的妹妹，你们的妹妹艾莎？我一会儿就回来，放心吧。可是我不会照顾小朋友，然后克里斯他也不是过来帮忙的。但是我可以啊，我可以照顾小朋友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放心啦，艾莎很乖，而且不会闹。我就出去一个小时，如果你们有需要什么问题的话，或者是碰到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艾莎呢也是非常的可爱，你不是每次都喜欢跟她玩吗？哦呀，那好哎，那我们可以跟她一起来玩游戏。看，艾莎，我们一起来玩泰迪熊吧。我有一个橘黄色的泰迪熊，然后克里斯呢是有一个棕色的。他什么都不会说，每次呢他都不会说话，有的时候他会笑，但是我觉得他挺喜欢泰迪熊的，你看他在微笑呢。给你，想不想跟泰迪熊一起玩？但是艾莎不能吃，泰迪熊是不能吃的。克里斯，我觉得艾莎好像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嘴巴里吃了，还有点黏呢。我们的艾莎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把小熊给她吧。她还是在哭，怎么办？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艾莎，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小熊太多了，然后挡到了她的呼吸，我们把它拿掉吧。怎么办？她还在哭。难道是她要吃甜食吗？不，妈妈之前说过她不可以吃甜点，或者是她要喝牛奶。你知道怎么样去给她灌奶吗？过来吧，我们进到这个厨房里面当中，现在我们要是要把它拉下来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喝奶啦。艾莎非常的温暖，而且还不会烫，我还试过了呢。雷娜，我没有想到原来你这么会照顾小妹妹呀。有的时候呢我还会看到我妈是怎么照顾我妹的。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。 Post 来干杯。我回来啦，雷娜，克里斯。你们两个干嘛坐在地上？我们也在喝牛奶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也看到了艾莎，她也有牛奶喝。哇哦，你这个姐姐做的真的不错。